那没有花完的话不准回家。我真的是离了个大谱，很适合新手的，超级厉害的哑光哥，一盘都美得不得了，真的很喜欢。 OK， 所以现在你的挑战呢，就是不是这只东西。小吊带真的很震惊，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和这一个 logo 好好看，可能会有惊喜哦，你们要留守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是一期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主题，因为我的助理们呢给我想好了，今天呢就是准备打扮美美后呢，我们就是他。盖棺公主，我的机会来。Sorry。那我的助理他们呢，今天给我设了一个目标，一个计划，就是我今天要用一个特定的数目，我今天要出去花这笔钱，那没有花完的话不准回家。虽然说不是在花他们的钱，花我自己的钱，就他们待会儿呢会跟我说今天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我们就会出发到商场去。我们今天就要用半天时间，从现在傍晚到晚上呢，一定要花完这个数目，要不然不能回家。我真的是离了个大谱。OK， 在我们准备要出发之前呢，先来和你们顺便的去预热一下我这个来临的8月14号到17号的期间呢，我会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牌子一起推出了这个直播啊，还有这个团购的活动。其实还有很多观众都是在 YouTube 上面认识我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呢也给我 YouTube 的宝贝们呢来提个醒，说我会和彩棠一起在8月14号晚上直播到8月17号的这一个特价活动。那彩棠真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特别也是他们的修容盘是我自己本身从去年的618的活动我自己购买到现在用足了1年多的一个产品。这个修容我基本上每一天的修容啊，我都是用的这一盘，包括今天的，它就是属于这种很自然很好看的，很适合新手的一盘。然后它分别呢是有修容，然后这个超级厉害的哑光高光，还有这个珠光高光，那我都会陆陆续续的把我怎么用啊，然后小教程啊，小使用心得啊，都发在我的 IG 上面，所以有感兴趣的你们都可以去留守一下。再来呢就是有他们一堆他们的新品的腮红，超级好看，你们看像那种玉块啊宝石一样的这种设计真的很好看。它总共呢是有5个色号，可是我这一次呢选了4个色号来戴，每一盘都美得不得了，而且它每一盘里面呢分了3个颜色，都是针对不一样功效的，真的很厉害。我真的很少见到一个牌子可以把3个在不同基础上可都要用到的色号呢都给它很奥妙的调好那一个组合的颜色放在一盘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样可以多留守一下我的 IG。 我会陆陆续续的和你们分享这4盘呢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和这3个颜色是到底怎么使用。再来呢说到彩棠，怎么可以少得了他们家的妆前乳，这个真的是他们的明星产品，真的火了好久好久。这一管是我自己用的，你们看已经扁了，然后这个是全新他们给我寄来的，这个真的和你们说不管什么肤质用都会爱爆，用了它后你上的底妆真的很服帖，像我看我今天的底妆它是很服帖很保湿的这种感觉，我真的很喜欢。那这个一样一样我都是会发在我的 IG 给你们看一下使用后的整个使用效果是怎么样的。刚好忘了说，就是修容呢一样是有2个颜色的，我一样会在 IG 跟你们分享就2个颜色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合作呢，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去准备了非常多的福利，包括赠品真的送的很多。我先透露一小部分吧，就你们买一个修容啊，给你们送1把刷子，还有1个妆前乳的 mini size， 真的很感恩我合作到的品牌方都是那么大方的。所以一样，你们可以多多留守我的 IG 哦，我会陆陆续续的跟你们分享更多，包括开团前的很多须知啊，然后更深入的给你们去了解每个人应该怎么去进行选择。 OK， 好啦，那我的这个小小的插播的小广告就分享到这里啦，我现在呢就要准备带着你们一起出发。 Hello， 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发到 Mid Valley 或者 The Gardens， 当然我比较想要待在 Mid Valley 了然后我到底今天是要花多少钱呢？1000，哎，太多了，2000。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OK， 所以现在你的挑战呢，就是你要花800块，就是今天一定要花800块。OK，
包括吃喝玩乐耶、yeah. ，OK OK， 八百块要干什么 ？Easy 啦，八百块，哎，好吧，我们现在呢先出发去吃东西，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还没有吃到东西，现在已经是应该要六点了，真的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东西，我今天只喝了一杯咖啡。那我们现在先去吃什么？油煎面馆。我很喜欢吃油煎面馆 ，Let's go！ 我妈妈在后面 ，By the way，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world 、okay.。Hello， 我们刚刚吃饱了，我现在要来花费第二样东西，就是除了刚刚吃那餐过后的另一个东西，我要来买腰带，因为你们看一下我的腰带来。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惨不忍睹的腰带，我今天一定要买一个全新的，就是 H&M 的，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凑到800块。这个是39.95块，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种，蛮百搭的感觉，很美哦。你这种衣服不多美？没有了，这个蛮特别，好。讲讲，我看到它的这个材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你们看很滑，然后就是很薄的这种材质，我感觉蛮美的。可是这个是 XS 哎，喂，你看很大 XS， 好大哦，不知道哎，我懒惰试哎。最小的这一号它的腰这边有点太大了， so sad， 走吧，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买。我来美讯要买什么呢？我要来买一支 Apple Pen 来给我弟弟，因为他的笔呢笔头坏掉了，那我可以顺便有时候用一下。嗯 ，Let's go。就是这支东西啦，国家。我现在在 Zara 找到了这个69.9块，它颜色是有点，一下有点叫什么喜旧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妈妈的，你看她在干嘛？也要我帮他付钱，要不然我今天凑不到800。他在帮我哎，他很好哎。被妈妈拖着逛街的概念就是这样，拖着买 Q。我开始学自由潜水，所以我需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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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泳衣，然后我身边朋友都是穿防水泡泳，所以我现在呢去看一下吧。我要找的是那种叫什么平口那种泳衣，可是这里全部都是3.4的，我想要找平口的，可是为什么这里一个都没有？很尴尬，底下这样多，是都不美，自己没有买到，还要花钱给妈妈。你们一人选几样东西吧。啊！哇，潇洒，快点潇洒，潇洒！哇，快点选啊！到底可以买什么？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来过美食了。这是什么？青梅是葡萄吗？
好喝，茉莉清茶，康师傅，马步哦。就在这里有的，太香了。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有？每天都吃了。哇哇！别说了，够了。真的很好哎，但是还在选呢。就很健康了，是啊。是啊。好了，快点走，够了，走。Hello， 我回到家啦，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花了800块钱。可是我觉得没有到特别难，因为我今天买的那一个Apple Pencil 呢，其实占了一大半，所以我觉得并不会到特别特别的难要 achieve 得到。OK， 除非下一次他们可能突然和我说2000块，我就会有点头痛。首先呢，买了一个非常基础款的这种腰带，因为我自己很少这种腰带，这是 H&M 的。然后呢，就是 Apple Pencil 这个的话呢是现在有折扣419，原价是599，然后现在有促销活动应该是。然后呢，我到 Zara 买了一件很好看的小吊带，灰色的，这种有点像水洗的这种感觉的，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常穿小吊带，而且这种其实拿去做普拉提运动其实都是可以的啦，我感觉。所以 OK， 这个是69.9。在 Zara 还有买了另一件是我妈妈选的，她自己想要穿的小吊带。再来呢，就是我们到 Cotton On， 我是想要买一些泳衣的，但是那边没有我想要的，所以又是帮妈妈买的，一样是小吊带。我是不明白她干嘛要那么多小吊带，一个是黑色的，然后一个是这种瓶口设计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抹胸设计的吧。再来呢，我们就到了米克斯去买了一些零食。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Mix 有卖我很喜欢喝的麦香，我是有多 outdate， 就我一直都知道好像是只有绿茶口味的，我不知道连红茶还有奶茶口味都有，真的很震惊。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喝，可是我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变味道。我上一次喝是在，哎，我忘了我上一次去台湾有没有喝。还有呢，我让我的助理们都选了一下，另外一个助理他也是选了一个这个麦香的，绿茶口味的。然后 Elsa 就选了这个旺仔的这个小馒头，这个平时也可以来解馋。买了一个这个康师傅我很爱喝的这个茉莉清茶，真的很清新，然后你加点冰块啊，再搭配你吃一些就是小零食还是什么，真的巨好喝，就夏天喝真的很爽很爽。还有这一个也是 Elsa 选的，就是这个巧克力派吧。还有呢，我一共买了4包这一个麦片吧，就早上可以配着 yogurt 啊，然后一些 oat milk 啊来当早餐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每天日常都可以吃，所以就一下子买了蛮多包的。再来呢，买了一个我很爱吃的一个小糖果，它是这一个都市牧场这一个牌子的，然后他们的所有口味都很好很好很好吃，现在就想吃一个。我买的是柠檬口味的，超好吃。再来，其实我在想这些视频会不会有点太短，我就顺便来和你们分享，就是我的今天收到的包裹吧，就是所有的 PR gift 那些公关产品也一起跟你们分享一下。首先有这个不是 PR gift， 这是我自己买的这一个牌子，它是一个可以吃的防晒，相信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我也不例外。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我还没有完全没有试过的，我就是我的潜水教练给我推荐的，然后我就买了一罐回来，然后我打算这一次出海，我8月份又要出海了，就来试吃一下吧。这个你们不要先去买，我怕可能没有到那么好用，可是如果真的有效的话，我会另外给你们再拿出来分享的。再来呀，我收到了来自 UU Active 他们4周年的这一个生日所设计的款式，超可爱的一个小背心，粉色的，然后有自带胸垫的，后面的这一个 logo 好好看哎，然后是一套的，这个是他的小短裤，听听，哎，这小短裙，哎，好可爱呀，可这个 size 会不会有点太小？我的下半身有点胖。可是应该可以吧，这颜色很好看，谢谢。再来呢，就是 Fresh 给我寄的
一大箱的东西，其实他们前几天才寄了另外一大箱东西，然后我都还没来得及开箱，他们又给我寄了一大箱。 Fresh 呢可能会有惊喜哦，你们要留守哦。那我们现在来拆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噔噔噔噔，哎，满满的东西。首先有他们的这个，其实我也是用空管很多的这个洗面奶，他们的大豆洗面奶。然后呢，然后有这一个玫瑰的，他们的玫瑰化妆水，还有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红茶的精粹水，其实我两年前就跟你们分享过了。还有就是他们的啊，这个新款的精华，我只用过他们的试用装，这个正装，谢谢啊，就长这样的一个绿色的这一个精华。还有的就是这一个他们的润唇膏，他们家的唇部产品也是挺好用的。哦，这一个是新品吗？就是玫瑰的 Deep Hydration Balancing Emotion， 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用过，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除外的我每一个都用过了，我真是 Fresh 家的大忠实粉。 OK， 谢谢 Fresh。那今天还有说到是 MCM 他们家的一件 T 恤，因为我明天要去参加 MCM 的活动，所以他们一般有这种比较大牌的活动的话，他们就会寄衣服来，然后我们就一定要穿他们牌子的衣服去参加活动。他们还送了一个包包，讲讲这个包包，我看过图片，我把图片放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背包这样的感觉。那我就先不拆开了，因为我等一下呢想要美美的再拍一个开箱，然后明天就要去参加活动了，明天有两场活动，最近真的是忙到爆，特别我的这个疯狂购物城搞起来后，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守，多多的支持哦。我们的下一场彩棠马上就要来了，你们看我随便，我现在家里到处都是彩棠的产品，都是我每天疯狂的在用的，就是准备给你们出更多的测评，所以呢就是这样啦。那希望今天的这一个视频你们看得开心，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